为什么高手都喜欢用第一人称？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雪龙。相信大家都有发现，大部分的和平精英高手主播都喜欢不停地切换第一人称，那么这是为什么呢？首先第一点，切换第一人称的好处就是视野开阔，能够更直接地看到面前的敌人，在和敌人对线时非常好用。第二点，开镜快速精准，我们可以对比一下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的开镜速度。可以发现第一人称要比第三人称的开镜速度要快一点，当然也可能只是视觉上的感觉。第三点好处就是代入感强，不管是开车还是跑步都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。第一人称虽好，但也有缺点，比如看不见自己身后的人等等，所以我们要灵活运用第一和第三人称，这样才能打出更强的操作。最后，为了粉丝的突破，本期视频将会在关注和点赞列表中随机抽取一名观众送出精英手册，活动真实有效，请注意查收私信。我是雪龙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